特难见假物之因色空有，若汝今者，在悉陀林昭明悉昏，摄具众小。白月在光，黑月便安，在明暗等阴间分析。现在讲这个见道，恶难见假物质，这个见的感觉，它没有知什么知识。没有知觉，这见的本身呢，它没有知觉。我们这个见就是见，并在这个见的本身呢，并没有知觉。因色空有啊，因为这个色和这空啊，它才能看见，看见呢，才有所知觉。可是啊，并不是它本身有知觉，因为啊，这个色空而显出来，它有这种的感觉。若汝今者，像个恶男，你现在在乞陀林，在这个战胜太子啊，这个林子，昭明夕昏，早些啊就有光明，晚间呢就昏暗。设居中宵，你要啊，假设你要在这个半夜的时候，白月在光，有白月的时候啊，就有光明；黑月变暗，黑月的晚上啊，就黑暗。在明暗等啊，现在那么这个明和暗。这两种的情形，阴间分析，怎么知道明暗呢？就因为啊，这个见来分析这个明暗。此见微浮于明暗相，并太虚空。为同一体，为非一体；回同非同，回亦非亦。那么，这个见呢？你说它是啊，与这个明暗的两种相，并太虚空和这个太虚空空，为同一体，为非一体。可是啊，这个见和这虚空是同一个体相啊，是不是一个体相呢？回同非同，回亦非亦，回者是同，而又不同；回者是啊，不同，不一样。是两样呢，那么你恶难呢？现在你说一说，这虚空和这个见是一个是两个呢？恶难，此见绕覆于明于暗，皆于虚空，原一体者，在明与暗二体相亡。暗时无明，明时无暗。绕于暗一，明在见亡。必异于明，暗时当灭。灭在云和见明，见暗。绕明暗出。见物生灭，依云何成？
这个佛又叫一声恶难，说是啊，这个见能看见这个见啊，要服于明于暗，基于虚空和这个虚空原一体的，原来啊本来是一个体，没有分别，在明于暗。那么可是这个明和暗呢，这两系二体相亡了，明就不是暗，暗就不是明啊，明暗你说是一体，这怎么可以的呢？那明暗这两种体相啊都没有了，都亡了。暗是无明，暗的时候啊就一定没有光明啊，明时无暗。那么光明的时候啊也不会有黑暗，要于暗矣。假设你说这个剑呢和这个暗是一个的，是一体的，明在剑亡，你剑明那个剑呢一定就会亡的，必依于明。你一定说啊，他这个剑呢，你这个剑和明啊是一个的，是一体的，暗时当灭，那么在暗的时候你这个剑呢就应该灭了，应该没有。灭在云和见明见暗，那么你见已经没有了，你又怎么可以说你见明啊见暗呢？让明暗出，让明暗呢这个两样是不同的，见无生灭，这个见呢是不生不灭的，明和暗不同，这个见是不生不灭的，一云何成？那么这和这个一你说是一样的虚空啊，和这个明暗呢，这也都是不能成一体了。要此见经于暗于明非一体者，如离明暗及于虚空分析见缘作何形象？要此见经，假设这个见的这种的经见经，于明于暗，和这个明和这个暗非一体的，不是一个的，如离明暗，你离开这个明暗基于虚空，和这个虚空分析见缘，你离开这个明暗和这个虚空，你再分析分析这个见的本体，见是个什么样子，作何形象啊？它有一个形状吗？它有一个东西你可以看见吗？啊，离明离暗即离虚空，世间圆同龟毛兔角，明暗虚空三世俱异，从何立见？离明离暗，离开这个明，离开这个暗，和离开这个虚空，世间圆同，这个见呢本来就同于龟毛兔角一样，就好像龟生了毛，兔生了角，那么没有的啊，你离开这明暗和虚空啊，根本就显不出来你这个见的相的。明暗虚空三世俱异，这三种啊和你这个见都不同，从何立见？你在什么地方立出你这个见来？明暗相背，云何毁同？离散缘无，云何毁一？一个明和这个暗这两种的体相啊是相悖的，相悖谬的，
有明就没有暗，有暗就没有明的，是互相不能并立的。你要明暗对到一起，那除非啊，你自己就看你自己的影啊，你自己身这边就是明，身这边就是暗，但是它也没能合成一个。所以这明暗呢是相违背的。晕了和毁通，既然是相违背的，怎么又可以回着你说它是相同的呢？根本就不是相同的。那么离三缘无，你离开这个明暗和虚空，又没有这个见，晕了和毁意，你又怎么说它不同呢？又怎么可以说它不同呢？分空分见，本无边判，云何非同？见暗见明，性非千感，云何非异？你分这个空和分这个见，本无边判呢，也没有个边际。你说哪个地方是见的边际，哪个地方是这个空的边际呢？没有边际啊。云了和非同，你怎么说它不同呢？它要不同就应该有个边际才不同呢。那么啊，见明见暗，性非千感。你看见这个明，看见这个暗，可是这个见性没千感，云了和非，你怎么又说它不两样呢？啊，你怎么又可以说它是一样呢？如更细审，微细审详，审替审观，明从太阳，暗随黑月，通属虚空，用归大地，入世见经，因何所出？那么恶难你呀、啊，你在比以前呢要详细审查，微细呀、啊、审详，你可用仔细呀、啊、去考察去啊，审题审观，你观看一下，明从太阳，这个明啊是从太阳那有的明相。暗随黑月，晚间呢没有月亮的时候这就黑暗了。通属虚空，这个通啊就属于虚空的，庸归大地，这个不通的地方啊，塞的地方啊，啊这墙壁也是塞，这大地也是塞，也庸塞不通的。入世见经，你找一找你这个能看见这个见经因何所出，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这个见经呢？你找一找看。见角空完，非合非合，不应见经，无从自出。见角空完，见呢是个有角物的，空啊是个完空，完空啊就是没有知角，这一个有知角，一个没有知角，非合非合，不能合到一起的，不能合的。不应见经，无从自出。可是啊，也不应该这个见经啊，也没有什么因缘，他自己见就出来了啊，就出来一个见，这是没有这个理由的，没有这么个道理的。要见闻之性缘周遍，
本不动摇，当知无边；不动虚空，并其动摇，地水火风，君明六道，性真元婴，皆如来藏，本无生灭。要见闻知，假设这个见闻知性缘周遍，这个性缘用周遍法界的，凡不动摇，它也不动摇的，当知无边不动虚空。你应该知道啊，这无边无际的这个不动的虚空。并其动摇，啊，和它这个动摇的这个地水火风，啊，这虚空和这个见，地水火风空和这个见，君明六道，可以呀，君同称为啊六大六种大的性。性真原因，他这种性啊，是真实的，是原用的，皆如来藏。这是啊，都是五载来藏里的藏性所表现，所表现本不生灭，本无生灭的，那么不生不灭的。恶难，如性沉沦。不如之见闻觉知，本如来藏。如当观此见闻觉知，微生微灭，微同微异，微非生灭，微非同异。佛啊，到这个地方又在怪恶难了，说恶难如性沉沦呐。恶难呐，你这个人呐，你的性情啊，沉沦，就是啊，你不想往上走，你呀、啊，净向下走，啊，所谓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，这佛呀，这个地方就是骂恶难，说你呀、啊，你这个人生性啊。太没有志气了，啊，也就是说你呀、啊，你最没有出息了。中国人呢，就有出息，是啊，有出息，有出息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呢，将来有发达，前途啊很远大的。你没有出息，就是你这个人是个废物了，等于废物一样，不堪造就了，啊，没有出息了。那么佛啊，就说如性沉沦呢，这就等于你没有出息了，你这个人太没有志气了，啊，就好像那个欢喜睡觉的人呢，啊，一有了时间他就想睡觉去，啊，这就是啊，也就是啊这个沉沦的表现，不如之见闻觉知，你呀、啊。不觉悟，你这个见闻觉知这里边呢，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本如来藏，这是如来藏性。那么你既然没有明白，现在呀、啊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如当观此啊，你现在看看这个什么呢？看看这个见和这个闻和这个觉和这个知这种的性情，微生微灭，它是啊这几种的见经和闻性，这个觉知性，它是生是灭，是同和不同呢？为。是不是生灭呢？是不是啊同意呢？这种的情形，你仔细
我来分辨一下。如曾不知，如来藏中性见皎明，皎经明见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你呀，不知道，在这个如来藏里边呢，性具之见呢，也就是那个皎悟的明的体意。这个皎经明见，皎经啊，你皎悟到极点了，也就是那个光明的那个见，清净本然呢、啊。这个本性是清净本然的，周遍法界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入一见根，见周法界，清修常处，皎处皎智，妙德盈然，遍周法界，圆满失虚，宁有方所。这个见性啊，也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的，入一见根，好像啊，就单单用了一个见经这个根啊啊，见周法界，这个见呢、啊、也周遍法界的，这个见经也周遍法界的。至于那个听和嗅尝处，这个处啊，上面这个处就是尝舌这个胃啊，也叫尝处，脚处是身处，脚之是这个就是这个意。妙德盈然呢、啊、这种的作用啊，非常微妙的，它的功德呀、啊、也是不可思议的。盈然就好像那个玉呀、啊、盈然透明啊，那么光明的样子，遍周法界，这个见经也是周遍法界的，圆满实虚，到这十方尽虚空界都有的，宁有方所。你说他这个还有什么一定的地方吗？所谓无在无不在啊，他因为没有一个地方，所以他就没有不是他的地方啊，他是一个全体大用的。寻夜发现世间物质回为因缘其自然性，皆是实心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实意。寻业发现，随着啊众生这个业而啊发现它的受用。世间无知，这个世间一些个权小凡夫和外道，有的就迷毁它是因缘，有的又迷毁它是自然，这种的想法呀，都是失心，这个思量的失心分别嫉妒，这个分别来嫉妒啊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他们所能说出这个道理啊，都不是真实的道理，都是啊不是第一地，也不是我现在所说这种的实相的离体。